接下来大家将迎来掌门设置的第一项考验，第一名的成员可以查看自己的秘籍内容，并且获得一件峨眉兵器。哦，这一项考验是飞檐走壁。哇哦，大型游戏啊。挑战者需要利用弹床的弹力起飞，在空中将球投入框中，每个竹框都有对应的分数，框子越远分数越高。同时如果在空中完成招式动作，得分也会翻倍。他这个很难跳的特别远，就是十五那个要这样高，不踩那一下还跳得远一点感觉。我也觉得是。我们第一位出战的队员是我来。好，晨哥吧。热烈，不能辜负。既然我们来到了峨眉，就应该有一定的武术动作，比如空中金鸡独立。老李头空鸡独立，老李头空鸡独立。你要想一个你上最容易控制重心的，侧踹投篮。好，晨哥第二次挑战，请准备，加油！哈哈哈！哎，我本来是要好好练功的。结果我发现了一张喜临门床垫，躺在上面太舒服了，绝对是深度睡眠，就像躺在了云彩上一样。这一觉给我睡的，我就忘了练功了。接下来第二位出战的队员是来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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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这样这样保分吧，保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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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跳的高一点，好。五分，厉害厉害厉害！你刚才如果加个动作就十分了。王老师，第二次挑战要做动作吗？第二次挑战胯下。哦，王老师有点安西教练的感觉。哎，为了小时候在篮球场上没有实现的梦想。都不可以放弃希望，现在也不会实现。挑战一次，好，冲啊！这人呢？早一点做就过去了，但是你很帅，吴老师，你是篮球界的星星。吴老师最好成绩是五分。小青，哎呦，小青，这打的油纸伞，你看，你我可否共打一把伞？你这叫姐姐？白蛇咋就紫了呢？摔淤青啊！白蛇摔紫了。下一位要出战的队员是我来，我来。我没有动作，我不挑战自我。你先保得分。白鹿第一次挑战，请准备。慢呀，慢呀，冲呀，加油，慢呀。
不说，你蹦得很漂亮。我就是在原地跳啊，加油！小心球，加油！哎呦，我的妈！七分。好，目前白鹿积分反超了，反超了，没戏了。下一位要出战的队员是沙哥。一号看不上，三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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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五蓝这算吗？我的动作是跟阿木西合影。超快！哎呀！哎呀！周深目前得分13分，暂居第一。接下来，凯哥上来，上，加油！我们的掌门，我们的掌门，掌门加掌门，我加一个空中 wink， 我鞋底子就上去了，我告诉你。空中 wink 不行吗？不可以，大家都不同意就换一个吧。其实对于掌门来讲，这都是小意思。空中换手，可以，我们同意。要不还是 wink 吧？那你就空中换手加 wink。wink 是附赠的，是吧？他打篮球的时候脸上的表情。不是他这样。对。好，凯哥第一次挑战，请准备。18分，所以恭喜凯哥得分翻倍，18分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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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知道谁是跑男里最帅的男人了吗？自取其辱。那他这个18分一出来，我基本上就必须得做动作了。对，就直接挑战高分的了。来一个 wink， 凌波微步加 wink。这凯哥的正常状态就是这样的，感觉你不是慢镜头给你剪出来，你就空中触电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这是炒菜特辑吗？怎么这么油啊？凯哥第二次挑战，请准备。他是真的在出题。已经很高了，已经很高了。恭喜凯哥得分18分。到你了，嗯，坤儿。哎，我天哪！没有动作，最满分15分。满分都没有18。加 wink 吗？加 wink。不加 wink。你这样，哎，你来个3 wink， 我算你赢。3 wink 要怎么玩？嗯，等一下，我熟悉一下这个网。正式来吧，正式。蔡徐坤第一次挑战，请准备。
等会儿，采访一下你。等一下，我刚才没仔细。